冬儿，你得好好谢谢静兰姑娘。要不是静兰姑娘想办法，你现在就麻烦了。多谢卢小姐出手相助，纳兰没齿难忘。纳兰大哥，你客气了。静兰只是希望以后行事你多为自己考虑一下。静兰姑娘，你以后好好帮我看着冬儿。冬儿从小就爱管闲事，有你看着她呀，我就放心多了。纳兰大哥，你在等人吗？没有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来，干杯！干！来，真没想到事情办得如此顺利。我们大家又像往日一样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了，不错。这次纳兰能够逢凶化吉，全靠卢小姐想出了办法。到皇上那里再次黄袍，我娘才能及时来救我。卢小姐高义，纳兰铭记于心。你昨天就谢过了，而且啊，这都是我爹提醒我的。只要纳兰大哥有皇上的黄袍庇佑，那扬言呢？就不敢责怪我爹偏袒于你，而韦大人呢，也可以成全了私心，纳兰大哥又可以免于责罚，如此一来，不是一举数得，皆大欢喜吗？是啊是啊，来，喝酒，来皆大欢喜。大雷兄，你文武全才，如今更有御赐黄袍加身，看来加官进爵，指日可待。哎，纳兰哥哥喜欢独来独往，不受拘束，又爱行侠仗义，逍遥自在的很呢。如今添了这御赐黄袍，依我看呀，应该叫做黄山客。还是小玉了解我。黄山客，这是个好名字。纳兰兄，那从今以后你便是黄山客。好，来，小玉敬黄山客一杯。哎，这杯酒我可不敢喝。为什么？你赐我黄山客之名，如此眷顾，我怕从此以后树大招风，是非更多。纳兰兄，你行侠仗义，快意恩仇，军医十分敬重。小玉，我们一起敬纳兰兄一杯。嗯。哎，大家可别忘了，如今的黄山客要指点教皇的歌姬们切磋武艺，若是长安的百姓们知道了教皇的歌姬，他们的师傅竟然是黄山客，想必他们以后绝对不敢对歌姬们不敬。如此说来，我可要好好教导这批弟子才行了，否则就有损我黄山客的威名。这就是黄袍啊，这黄袍啊，我请大家两人分坐一组，队长，让我看看大家的底子如何。这么大声，想吓死人啊！这就是黄袍呀，穿在纳兰公子身上果然神气。切磋武艺期间不得嬉戏，大家专心一点。预备，开始。他们的功夫底子参差不齐，有的有模有样，有的简直花拳绣腿，要练起来的话需要些功夫。这样大家稍作休息，刚才看你教他们武功，应该受过高人指点。嗯，我曾跟随公孙大娘的传人习武，是他的入室弟子。素闻公孙大娘武功独步，你竟得了他的真传，纳兰早就想见识公孙大娘的功夫，可否赐教？请接招。Thank you.
谢皇上恩赐黄袍。起来，快起来。御赐黄袍应赏赐给对社稷有大功德的人，不知纳兰立了什么大功，能得到皇上赏赐。回禀贵妃娘娘，纳兰奉命前往潼关考察改良制造局所出的布匹，好使日后与河西互市，不再为布匹参差而起纷争，实与我们大唐有功啊。对，就是这个功劳，就是这个功劳。冬儿，以后你要好好效忠大唐，不要辜负皇上对你的厚爱。臣愿为社稷鞠躬尽瘁。好，朕还想封你为王爷。御赐黄袍倒也罢了，至于加封爵位，除了战功彪炳如汾阳王之外，就只有圣上之子才可封王。哼，难道纳兰不是驸马的儿子，却是你皇上的？啊，当然不是，刚刚朕只是想一想，也未必马上封王。禀皇上，可能正有此需要。纳兰稍后要领大队为公主。娘娘，本宫想彻查纳兰的真正身份，并非只为自己着想，